报告的话，英文版的嘛，对不对？好。我拿着写检报告给他看，然后再口头跟他说。可能最快要在礼拜三四以后才会接到那个重点的报告。那也就是电话通知他是当天的。嗯，好，可以。没有，你拿报告给他看，然后跟他讲，假如说你这两天要去做的话，就拿报告去检报告去，然后跟他讲说那个。只是报告没收到，但是已经电话通知已经过了。嗯，好。哎，老板，这个等一下，你一直动，哦，给摔死你好了啦。Thank you.